又听没劲了，我看那个水呀、把泄出去，水呀、泄出去，水呀、泄出去，泄出去的时候，这边水位高，这边水位低，把泄出去的时候，就像人站在腿里的有股力量啊，往这边，就，往这个方向推，你站在如果水推腿的话。那腿上那个就使不上劲了啊，就是软了，腿软，因为往这边斜了，站不住了吧，站不住了啊！我看看那水啊，水的压力非常大，哇、啊，往这边流过来，水的压力非常大啊！明显这边水位高，这边水位低啊，哇、啊，水啊在流啊，哇、啊、哇、啊，水在流啊啊，水在流，明显。压力太大了啊！明天压力太大了啊！压力太大的，啊，往这边有力量差啊，左边右边受的力量不一样的，右边压向左边啊，是，所以疼，眼睛就看到一片水啊，这是内陆啊，那这洞庭湖那边啊，水啊，有股压力啊，哎，好，知道了，哎，知道了，哎，好，再见，嗯，再见，嗯。